哎呦，现在东西全部都起价了哈，那天我去买菜呀、啊，什么都起了啊。不知道芦荟这会不会起价、欸？来，我要进去看一下。你这大葱怎么卖啊？五块，涨价了。猪肉涨价了，猪肉涨价了，跟你这大葱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要吃猪肉啊。啊？鸡蛋怎么卖啊？八块。怎么涨价了？大葱都涨价了，我鸡蛋能不涨价吗？人家大葱涨价，关你鸡蛋什么事儿？我要吃大葱啊。这草莓怎么卖啊？31斤。怎么涨价了？鸡蛋都涨价了，我草莓能不涨价吗？鸡蛋涨价关你草莓什么事儿？我要吃鸡蛋啊。来两斤猪肉。好，50。你不刚涨过价吗？怎么又涨价了？草莓涨价了。你这猪是吃草莓长大了吗？不，我吃草莓啊。涨价了，是啊，为什么涨价？鸡蛋涨价了，草莓涨价了，猪肉也涨价了。问题是猪肉、草莓、鸡蛋涨价关芦荟汁什么事呢？什么事情呢？因为我要吃猪肉、吃草莓和鸡蛋啊。